Mes cordes là.哇，这么痛啊！哇，什么伤害啊？这皎月在梦游啊，这是皎月吗？这不是皎月，这是……我还充不了装备。我操，对面打野什么伤害？一个 A， 一个 A， 我直接残的。这波不该往前面 E， 感觉。菜的菜的，不该往前面 E 的。状态确实不行，今天状态确实不行，这波打团往前面一直不对，一到人堆里面去的。你应该是卡莎的被动啊，不然他一个 A 不应该这么高伤害，不该，我就不该往前面一的，不该一到人堆里面的，哪有往人堆里面一的呢？也是我的。中单也没装备啊，啊，他没拿头，下路有装备吧？下路一个，下路装备差太多了。升个三级直接去吧，下路要炸的。难易消失，更没放好。他马上也扣的蓝的。流血牛子。运气不好，十滴血没流死。就得这样搞，这把三算是搞成功的，这把是真的搞成功的，对面优势一下子就打回来了，没有完全回来，但是回来的差不多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搞下，继续啊，保持节奏，保持这个局。那他往上面走，应该是上面和起来在，不然他不会往这边，不会往这边走。
不要弹，弹的话就死了。我再但凡犹豫一下，我就没了。麻烦不断，下毒已经打回去了。现在我们 ADC 有赏金了，我操！怎么不抓下了？抓呀，待会抓，待会抓。一直搞下太明显了。放松，伙计。草丛里面躺着，他应该会过来。应该是有人啊，不抓住了，不抓。这他妈打完先锋的还在这里呀？这正常，打完朝冲的还在这里呀？正常吗？这一看就太明显了，一看就后面有人。既然我知道为什么今天，好像我知道的，今天刷也刷多了。今天老是去上面刷上来，从上面刷上来，这样的话来下慢的。最好是刷三个野怪，下路刷三组野怪直接抓下，这样才能快。刷两三个就行了，不用刷那么多，真的。要刷就刷对面下路野去。闪现把他打掉，这波闪现躲在哪里？在对，我躲掉了吧？躲掉了没？我没注意到，躲掉了没？闪现躲卡莎的打掉，然后闪现顺便顺手杀另一个。我刚刚没看清楚啊，眼睛有点花，不知道闪现躲掉没，就靠感觉躲的。没看清吧，我也没看清。有眼有，哇，果然在这里。我说怎么不打和气？啊，我说怎么不打和气啊？原来这。直接抓中的这个人，这么热。极限把他换掉了，但是我亏了，大暗头没了。不过这波也没办法，只能这样的。应该是不需要我的。别真你妈上来搞，哇好烦呐、啊。
打得好烦，伤害真高。你出破败之刃我也没看懂啊。输我吧，兄弟们，下吧，赢不了，该输的局就早点点了。早点该输的局就早点点吧，别浪费时间。有路线出破败王的吗？破败之刃的吗？我他妈之前怎么没见过？点吧点吧点吧，没了，这回是真没了，怎么打都不行了。反野的话打不过，在对面野区线上也打，线上也不行，线上也打，线上对线一直死。是抓下，你抓下你不得反野吗？你抓下你光刷自己的两个野怪，然后上面也去不要吗？从上面刷来的话下头就死了，就被线杀了。点吧点吧，这把都不配，包括我下一把。这能空了、啊。
这是不是那个脑残啊？哦，不是。对面中单无敌的。下把人带传送吧，带闪现真硬不了。这么强啊，打掉。不弹的这个伤害真高啊，这边打野这小月他妈的第一次玩一样 Q 他妈不人都不看就放 Q，是不是我这套出装真不行啊，下把还是换一套吧，还是刚那套。
单挑 U 嘛，但是我感觉完全打不过他。这波我操，这也行。这他妈夸张。然后对面打野飞跟着我一直飞，然后我做传统门他一直飞，然后在空中就死了，好像没飞过来就死了，没落地就被打死了。哎呦，等个E就好了，E马上出来了。好像真是后放E这人，他先放 A 再 E，A 了之后再放E。真是先 A 再 E，A 完之后再放 W 再 A， 好像再放 Q。真是 Q 是后放的，不应该是吧？或者 A Q 然后。这样吗？他为什么是 AEA？ 他这个连招好怪呀。穷死了，不贪吗？就得贪，这把穷死了。不过这两波打完又有钱了，直接四件套了，23分钟四件套还可以。装备就比对面 IDC 差一些，差个2000块钱大概。我的装备便宜一些。这阵子带线有用吗？他带线没啥用啊，感觉。然后打起团战，对面多个上的，他踢过来了，但是对面传送上单也给传送过来。这波脚也开的好啊，兄弟，帅，帅呀、啊！没冰，操！冰被清完了，他们好像死之前把冰清了。可惜的，这波就光杀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对面还可以传送门过来，这个塔推不了。
等对面贾月不等他，等我们贾月复活了再打，再打红，先多个红 buff。下把王暴力输啊！行行行，下把暴力一点吧。好的，下把就幽梦、夜梦、青雨、无尽，好吧。他们打大了。不该进去的，我操！我不该进去的。我不该进去的，我操！妈弱智了，都打赢了，进去干嘛？真不该进去的，这波剑姬已经卖得很好了。他用大招把骗进的，还能没大的呀？这波菜的，我的。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，再打。他看到贾月没大的，他就直接开龙了。再打，再打，绝对再打。还好啊，队友给你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今天状态不行，不行的话早点下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今天状态确实不差。啊，人呢？又死了一个。等队友复活，好吧。我们直接打的话，不行不行，行吗？好像真可以。把他骗拉过来，让他硬上去。这个机逼机器人，操了！这路线伤害起来了。哎，我的我的，我感觉又臭了。这波，这波他死了之后应该是吧？应该跑的。今天状态确实不行，这么一看自己感觉好，感觉自己好迷。上级的，对，上级的，我每波团战都上级的，尽量还是打打前排吧，好吧。打前排就行了，其实打前排就行了，没必真的不要去切后排。我这套出装也不适合切后排，这套出装打团在前打对面前排就行了。哎，我没想上去。打前排，谁在前面打谁？现在可以打后排了，因为前排都死完了。前排不死完，不打不打后排。哎呀，今天确实状态差，早点下吧。这把打完下了算了。
今天状态不行，哎，没办法，状确实状态不行。这把，这把还是靠队友赢的。前面说他玩的问题很大，但是他后面好猛啊！我操，这卢锡安后面越来越猛了。